庄老董事长的长女，庄美萱女士，唯一且在世的亲生女儿庄心妍。果然是庄大小姐和唯一在世的亲生女儿。哎，听说十几年前就被老董事长送出了国。是啊，被藏起来很多年的那个，很多人都没有见过她的样子。是啊，兰海以前一直都是她母亲创立经营。如果。 庄小姐真的回归，那的确她才最有资格。都给我闭嘴！我才不相信，庄心妍十七年前就被外公送出了国，一直处于失联的状态，绝对不可能回来，不可能！你怎么知道她失联了？ 你又怎么肯定，他不可能回来？你相不相信不重要，只要他站在这里，你就没有权利、没有资格拿走整个蓝海一星。庄小姐。啊。 我是庄心妍，这份总裁任免令，我不同意。开车。 回庄家。 那边传来消息说，车子撞得很碎，我以为他死了。你以为活没见人，死没见尸，你就敢以为了？现在人就站在面前，从哪里找来的废物？ 老板，我错了，我现在立刻去庄家，把这件事处理干净。回来。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？还能像你在海外一样随便找个人随便就下手吗？可是老板，既然他敢活着回来，就让他在庄家好好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。 下来。
大小姐，欢迎回来。谢谢林，谢谢光一叔。虽然我们很久没见，大小姐不用这么客气。这位是？他是？我是他的未婚夫。我和新妍在西班牙游学时认识，三个月后我们到了意大利。我们交往差不多将近一年了吧，他和我说家中有事情，我就陪他回来，见过长辈，处理家事。恭喜大小姐，董事长还在等您，请吧。请。二小姐，庄心妍，小姨，好久不见，你果然长大了。是很久不见了。小姨最近还好吗？这位是谁啊？他是我的。我姓严。严星城是新妍的未婚夫。你也姓严，好姓。大小姐，董事长还在等着呢。哦，好的，那我们赶紧进去吧。董事长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我新妍小姐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外公。
我到底都在干什么？为什么会答应回来？为什么要变成庄心妍？我怎么可能代替他稳住庄家，成为蓝海集团的继承人呢？我做不到啊。这么多血，就这样的抱紧你，就这样的亲吻你，就这样的配合你的小任性，想和你去看流星，和你修炼爱情的秘籍，你这个意义就是我和你。虽然你的心思偶尔让人捉摸不定，没关系，我又让你依赖的。谁又说得清爱情的魔力，忍不住要向你靠近，这一次紧握双手，彼此心连心，感觉奇妙让人不可思议。哦，别怀疑，这就是命中注定。我就是好奇，所以随便看一下。你是庄心妍的时候，这些都是你的。我不会永远是庄心妍，这些也不会是我的。